欢迎回到我们的校园Super Show的节目现场了。哎，我身边呢就是林奕贤的 supporters 了。好，很想问呢，奕贤的朋友，奕贤在学校里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？科学。什么？科学。科学。哎，他去年 exam 考几分啊？ A to B3。 A to B3 哦。很害羞的一个同学，难怪刚才一贤告诉我呢，他今年最想考到 A1 的就是科学了。马上欢迎我们的 Jared 带来这一首《平海》。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，夜夜陪着你的海，心情又如何，灰色是不闪烁，蓝色是忧郁，而漂泊的你，狂浪的心停在哪里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，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，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，谢谢小弟弟今天唱那么 powerhouse 的歌曲《听海》哦，是因为你很喜欢科学，科学跟听海 ，Where's the link 啊？生物 biology。哦、oh, ，biology，、啊、你今天读 sec 几？读。哦 ，sec two 的 biology 非常精彩，怪不得你喜欢。嗯。好，那当然呢，听海跟 biology 的 link。你喜欢 biology 的原因是来解释一下。我喜欢海里的生物，尤其是鲨鱼跟那个 jellyfish。鲨鱼跟 jellyfish， 所以你应该很喜欢去喝喜酒，因为 cold dish 一定有 jellyfish， 然后还有香槟素。啊，很好吃。很好吃，对不对 ？OK， 不过在这里呢，要呼吁大家啦，鲨鱼可不要多吃，要保护一下我们海底生态了。OK， 所以改天不要吃那么多。OK。那当然，那么的易贤呢，人小小，可以才华很多，很会模仿人的。不过这个不是加分题哦。来了，大家要那么 tense， 模仿一下给你们看好不好？来来，时间给你喽。他首先要模仿的是我们四位主持人，第一位，三二一 ，Ponza。大家好，我是乖乖 Ponza。第二位 ，Felicia。大家好，我是甜甜班长陈金萱。第三位，李腾。嘿嘿，我是乖乖班长李腾。第四位，元帅。大家好，我是帅帅班长元帅林宥嘉。我今年2月20号有一个人演唱会。哦，2月20几号演唱会哈。啊，对。OK，老伯老伯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们先看你的分数和老伯，来看看这位老人家得分多少。来，评审请打分，齐豫老师6分，小韩老师7分，展老师6分，费薇老师5.5分，总分24分，24.5分，
上次31.5分，哇，跌了7分，跌得好重啊！飞辉老师5.5分，因为，我觉得，一个人有自信是一件好事，啊，但是你现在在选择这首歌，我觉得是太早了，啊，一方面，你的音准其实飘得很厉害，你在副歌的节奏其实很糟糕。啊、哦，你的节奏很糟糕，你要把歌唱慢一点，你把歌都唱得太赶了，啊，然后记得选一些歌真的是很适合自己唱，因为这首歌完全不适合你的声线，啊、嗯哦，谢谢，加油加油，谢谢，谢谢老师，来，小龙老师要补充、哦，还有我这边要说几句，就是我们知道你很会唱，只不过选歌方面这首歌难度太高了，不适合你，还有选一些歌曲。比较贴近你的年龄的好不好？如果我再不这样子说的话，我看我很担心下来茂山的歌你就要准备唱了。茂山老师，你跟他很熟哦，你的年代跟他不是很久远哦。茂山是谁？姓李的，应该是。飞飞老师跟杰伦比较熟啦。好，如果呢你被我们的小弟弟感动到的话呢，你可以拨打他的投选热线，弟弟的投选热线是1900-112-5004。或者 SMS 74到71199。